一定要选最好的 PRP 学校，跟最牛的老师，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什么负载均衡啊、主动数据库啊、动静分离啊，能学的都给他学了。这从熊连出去工作了，看到主管，甭管有事没事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倍儿有面子。什么是 PRP 大牛范 ？PRP 大牛范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不买一个，买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就这么有个性。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不报错。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结束了对比如 PRP 框架中 model 的常用接口的一些操作，那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学习一下 PRP 中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操作。那这节课重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自动验证。验证呢大家都清楚，在做一个网站的时候，通常用户在录入的时候呢都需要对用户进行验证。但是验证呢通常是在两方面都需要写，一个是在前端你得用 GS 验证，一个是后端你得用 PRP 去验证。我给大家来画个图看一下，这是假如说这是前端，这是 PRP 程序。那对于一个界面来说，前端 GS 验证它并不能保证数据验证的一个准确性，它是为了防止用户在录入一些数据的时候有一些错误，那及时提示给你，不用到 PRP 端，不用到后端，在前端就直接提示你，然后你改正之后然后再录入，防止一些错误的录入行为。不然的话数据添了很多，比如说用十分钟填完的数据，那一点提交，哎，有一个错误的，那表单再回来，所有数据都得重新去录入，比较麻烦。所以呢咱们必须验证的时候得在前端用 GS 去验证。但是 GS 验证并不是能防止黑客攻击，用户呢可以绕过前端直接将数据给服务器端。那么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在服务器端验证，真正防止别人去攻击或者去灌水。所以呢咱们同样的验证就得写两遍，而且得用两种语言就去写，一种是 GS 去写，一种是后端就用 PRP 去验证。那对于大多数程序员来说，他有可能对一门语言熟悉，所以只写了一端，另外一端呢并不熟悉。那通常呢如果是一个人负责这边开发的话，你两边也都得写，而且呢反复写相同的操作，这样的话既费时又费力，而且效果还不好。所以呢咱们这种自动验证的机制呢，目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实现这种验证，因为验证实在是网站中太常见的功能了，所以越常见的功能越让用户在框架中，越让用户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实现。咱们的框架呢跟其他框架都不同，咱们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咱们采用了 XML 一种做法。那 XML 文件呢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做数据交换，也就是 XML 里边写的数据任何语言都可以解析它。所以呢我们只要用 XML 文件去写一个规则，在这里边写验证的规则，那么后端 PRP 程序中和前端 GS 程序中都可以从这个里边得到这种验证的规则，从而用一段程序来处理这个验证。所以只要是我们写好一个，用最简单方式写好一个XML 的一个文件的这种规则，那么前后台都实现了。也就是原来你用两个小时才能写好的验证，那么在咱们框架里边如果用XML文件，那你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功能。当然了咱们框架呢里边呢是尽量避开 GS， 因为咱们框架是学习型的，如果什么东西完全自动，那比如说像后台，如果表结构建完之后让它自动生成后台，越智能的东西你需要写的东西就越少，所以你练习的东西就越少。所以呢在这里边为了让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可以练习 GS， 我这段先把它去掉了，只留了 PRP 端自动验证，让你体会一下在框架里边自动验证的一些格式，所以只留了这段的验证 PRP 的验证。
GS 这段验证呢，那在咱们框架里边和后边技术里边就被大家实现了。如果大家想了解 GS 的详细验证的步骤，那前面呢我也录制过 GS 的验证的一些视频，那大家呢可以通过那个去了解一下。当然了，后期如果PHP 大爱好者给我提供那个通过统计这个信息，如果大家都想在框架里边有这一部分 GS 的信息，我再把这个功能给大家加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插门件的规则呢，这里边呢我就是边写边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啊， BroPP 中的自动验证是基于插门方式验证的，那可以对所有的表单和服务器通过 PHP 实现自动验证。如果自定一个 GS 文件，通过插门文件也可以同时实现前台自动验证，使用加速验证。使用的方法是在那使用的方法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先把这个操作环境咱们先建一下。比如说我既然想录入数据，就得有一个数据表。那我们来看一下 mysql-u root-p12345-6。 好，然后看一下到这个库来，咱们还用这个表吧，用户表里边 ID 名字年龄姓名 email。 所以呢我们现在得先把这个表单写出来。那我们在 home 下边的控制器下边用户下边，比如说用户现在如果想插入数据，那么我们这块需要做两个操作 ，faction， 一个要一个添加界面。那添加界面呢，我们就直接让它显示一个模板就行了 ，display。那表单的添加界面拿过来之后，要想插入数据库，我们让它调用 insert 的方法到这里边来 ，post 提交数据。好，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在视图里边建一个用户的一个模块，然后我们在这块建 add.tpr 建一个模板。那这块我就简写了，直接写表单 form 斜杠 form， 然后 action 提交给当前模块下的insert， 然后提交方法我们就用 post， 然后这里边按刚才那个数据库表结构需要的字段，咱们就简写一下，有名字年龄性别 email， 名字 input 类型等于 tst， 然后名 name 也叫 name， 跟数据库表结构是一致的，然后 value 值等于默认等于空，名字年龄性别 email， 然后我们这块也改成年龄性别 email， 添加用户，然后我们这块随便写一个类型 submit。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验证一下这表单可不可用。用户下边的 add 添加，好，就有这一个表单了。那我们这里边输入的数据，比如说年龄、整数、性别，添加。这样的 post 的表单直接接收。那我这里边也可以，在这块我们把，上边的，这打印一下吧，打印一下这个数据 ，dollar for。D user 下边的 SERT select， 让新插入的数据在最前边，比如说 limit 五个数据 ordr order id desc 倒序。好，那我们正常写插入数据是这样写的，如这块建一个用户等于 D user，如果 user 里边的 insert 插入数据成功，我们就这块 this 里边调用里边的成功跳转 success， 跳转哪呢？跳转到 index 的，就是写上添加成功，然后一秒钟
跳转到 indexed， 否则如果有错误的话，要 error 这写上添加失败，然后三秒钟跳到add 这块重新添加。好，我们现在是在没有验证的情况下，没有验证情况下呢，我们随便输入它都可以添加成功，比如名字 AA， 年龄111，性别 EE， email 都不是正确的格式，你看添加成功过来。这是我们最后这块没有 ID DESC order by 应该是倒序啊 ，ID 啊是倒序的 ，122。你看，这是刚才添加的一个数据情况。那我们现在如果加上验证的话，我们会在服务器端写大量的验证，那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用 XML 去验证。现在格式已经写好了，那怎么验证呢？我们来继续看手册。因为验证属于一个处理的过程，处理的过程呢就属于 model， 所以呢咱们需要建一个 XML 文件呢，是在 model 目录下去建 model 目录下去建，然后创建一个和表名同名的 XML 文件，比如说 BROUSER 这个表，那自动验证就在它目录下建一个 users.xml 文件。比如说我现在想自动验证，因为验证属于处理，处理就在 model 下边，我需要建一个User， 这是跟表明去掉前缀的，叫 XML 文件，在这里边写验证规则就可以了。那这里边呢，咱们要注意 XML 文件格式， XML 文件呢是不能写错的。为什么要跟表明同名呢？因为咱们验证一般的都发生在入库的操作，那入库的操作都有哪些呢？只有两个，一个添加的时候和一个修改的时候，这两点才会有入库的操作，所以咱们验证只能发生在添加和修改上。原来呢，咱们框架最早做成是完全自动的，只要你在这块写这个文件，那么它就自动判断有这文件，就按这个规则去插入，按这个规则去修改。但是呢，好多网友给我反映说，这样的话就感觉太灵活了，有点莫名其妙。所以呢，我就在插入和修改的地方加了一个开关，你只要加这个开关才启用这个文件，这也是可以提高效率的一点。这是跟最早期的一个框架刚发布的时候有一些差别的地方啊。在 model 下建一个这个文件，要知道在 model 下建。另外呢，那时候 model 是前后台共用的，比如说就拿用户来说，前台用户可以自己注册用户，也是按这个规则。那后台呢管理员可以添加用户，也是这个规则。所以呢，咱们写在 model 目录下的东西是前后台的几个应用都可以共用的。所以如果想在前台用后台的东西，现在你看我现在这个程序写的前台，如果我插文件写在后台，那我在这块只要加后台，假如那目录是 admin， 我只要加 admin， 那把插文件写在 admin 目录下的 model 目录下，我在这块就能用到后台的东西。所以不加这个就是用前台，所以 model 的可以是前后台共用的，这都是统一的东西，所以不用说写插文件前台也这么验证，后台也这么验证，我写两遍不需要，只需要写一遍就行，因为它是 model 的操作。好，这是自动验证。那一般呢都对入库验证，而入库又发生在添加和修改时，所以 XML 文件的名必须和表明相同才能自动处理，比如说唯一性校验之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XML 文件的一些规则。 XML 文件最上边必须有这个开头，就像咱们写 PHP 程序加括号 PHP 一样，记得 XML 文件完全要遵循 W3C 标准，不能有任何错误，因为它不是浏览器解析的，如果浏览器解析的 HTML， 浏览器都会包容 HTML， 而 XML 是各种语言去读取的，有可能个别语言去包容它的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不是全部的语言都会包容它，所以呢它不允许有任何错误。那一这开头里边呢必须放上版本2.0，因为 XML 有很多版本，必须告诉语言你得用对应的版本的技术来解析它，如果不提供版本的话也是错误。如果有中文的话，它默认是西欧字符集嘛，如果有中文的话你要加上encoding encoding， 比如说 UTF-8， 告诉它咱们因为咱们开发采用的都是 UTF-8， 所以呢
咱们全得用 UTF-8 格式去处理。然后所有的标记源最外层一定要有一个最外层的标记作为根节点，跟 RTML 一样， RTML 最外层就是 RTML。 那咱们这个自动验证的跟最外层标签你叫什么名无所谓，只要开始个标签必须对应就行。那为了咱们感觉它像咱们刚才写的那个 RTM 表单这个，所以咱最外层也叫 form， form， 但叫什么名无所谓，这个咱们插文件跟最外层标记叫什么名无所谓。然后里边就是一个标记是一条规则，当然了咱们里边的标记呢咱们用的都是属性，跟标签名没关，只要关闭就行。关闭呢你可以这样关闭，比如说 A 标签形成 A 标签关闭，你也可以使用这种，因为咱就用属性嘛，不用内容嘛， BR 这样也是关闭。所以咱们尽量跟表单一致，比如说我也叫 input， 然后呢必须有 name， name 也叫的这个 name 跟上面那个是对应的，只有这么写才知道我这条验证规则是针对 name 这个属性去验证的。那如果验证出错还必须有一个消息 MSG， 用我这里边用这个 MSG 提示消息，比如说用户名称已经存在，看一下用户名称已经存在。那验证的规则是什么呢？就通过 TYP 类型去指定规则，比如说我这里边规则叫做唯一性 UNIQUE， 看一下，就像咱们下边会具体写一个 UNIQUE 唯一的一个规则。那这样的话你只要这么一加这个规则，用户名就不允许重复了，这就会提示你已经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下实验，那这开启了，原来当时做自动开启的，只要加那文件就行，但是这样太灵活了，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这里边比如第一个字段咱们插入的是 post 的或者存空都行，第二个咱们也来个假值或者是真值，第二字段咱们在 insert 的时候也详细的跟大家说过了。第三个字段就是开启自动验证，比如说写零就是不用自动验证，跟验证没关系，它默认就是零。如果写一的话就是开启自动验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虽然我写一条规则，但能不能用上这个呢？能不能判断用户名是不是已经存在呢？看一下我这里边有什么用户名存在。刚才我这里边已经加了一个四个 A， 那好，我现在再试一下，后退一下，这会用 ADD， 我这边1234，当然别的地方都没验证，添加失败。那添加失败不对劲啊，我想查到这个用户名称已经存在，这个消息提示我，那好，你要想得到这个消息，这是添加失败，它这是在这提示的。所以把消息呢，自动验证那个消息会传给 model 里边的那个消息，所以我们只需要通过user 里边的 get msg 就能获取这个消息，这是咱们前边咱说过的，通过这就能获取到插文件那个消息。那好，我们来再来试一下，刷新一下，假如说我这块1234这几个值都随便填了，因为我们现在只对第一个验证，你看用户已经存在错误，就不让你进去了，那也得到消息了。如果是连续对用户名不光判断存在，还不允许它为空，你看 input name 等于，那你就写同样标签写两次，然后类型比如说判断 not 非空，一会儿咱重点说的一类型 msg， 你看用户名不能为空，必须关闭掉。好，现在我添加一下，你看用户名不能为空就提示我了。所以呢验证两次都可以，比如说 AAAA 四个用户已经存在都会提示我，比如说年龄 input 年 name 判断属性什么年龄属性类型字段也是什么 NU not 这个 MSG 用户年龄不能为空。我再写一个，比如说 input name 等于年龄类型 NUMBR MSG
用户年龄必须为数字，然后比如说我再来一个 input name 等于 ag、这块来一个 in， 然后它还有一个值的范围在哪儿呢，比如说1到100之间 msg， 用户年龄必须在1到100之间。那比如说性别 name 等于性别 TIP not 非空 MSG， 用户性别不能为空。还有 input name 等于 email 类型，让它是就是 email 类型的 MSG， 电子邮件的电子邮箱啊，电子邮箱的格式不对或者不合法等等等等，或者咱验证不为空。所以你只要写一条就是一条验证规则，程序就不用你编了。那这里边有的值 name 这个，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值，咱们都会详细的看一下。那我现在随便添加一下，你看这些告诉我都不能为空，必须是数字。那假如说我这块名字加一个，年龄我写个333，性别 email， 你看提示我是两个，年龄必须在1到100之间，电子邮件的格式不对，所以哪些不对就会提示你哪个。不光是这个，如果有错误有问题的话，假如说我这块没关闭，插门机写错了也会提示你。假如说看这块，在文件 model 下边的 user.xml 文件第10行第8列错误丢失标签，这也会提示你插门文件有问题。所以插门键不能写错，写错了系统是过不去的，都会有提示的啊。好，这是我们简单了解了插门键格式，那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插门键该有什么。你看在上面插门键中的最外层标记 form 和每个子标记的 input 其实是可以任意命名的标记，上面类似表单，如果不是正确插门格式也会在调试模式下提示插门键每个标记必须有关闭，所有属性都使用双引号，第一行是固定的写法，但每个 input 标记中的属性名必须按照规范设置，也可以对同一个表单进行多次不同的验证，例如年龄不能为空和年龄必须是整数，只要连续写两个年龄标记就可以了。所以呢，写法呢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了，如果我这块开启前端 GS 验证的话，那前端先验证一下就不会过去了，直接在后边提示。然后呢，就像这个一样，比如说退出，假如注册，你看这块 admin 就直接在前端就提示了，用户名已经存在，密码提示，电子邮箱请输入正确格式等等等等，这就叫前端验证。当然了，一过去的话 PRP 端那段验证，前端验证完就不用到服务器端就可以验证，减少用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直观感觉，也会让它节省一些时间。那我们先来详细看一下，在咱们自定义验证里边，这里边属性就是标栏的都可以有什么值，都可以有什么呢？名字属性是必须的，因为你不写名字属性，我就不知道你对应的是哪个表单验证，哪个表单验证，所以名字属性是必须的。那名字的属性值和表单的属性值一定要对应，表示是哪个表单向进行验证。还有 MSG 属性是必须的，原来呢这个不做成必须的时候呢，我是直接提示大家有误或者错误，但是这样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提示有误的话表单项那么多，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有误啊，所以呢我这里边就是强制你必须得写一个出问题之后怎么提示用户，那用户就知道哪块有问题我该改哪儿，而不是说就提示有错误或者是插入失败之类的，那这样的话用户不知道错误在哪，所以要求有内幕属性和MSG 属性，这个提示消息的属性是必须存在的。那提示消息怎么获取，刚才咱也说了，通过你插入用户表就有个用户 model， 通过用户 model 里边就能把这个错误消息插门键错误消息读出来，这个是开关0，现在假如说是改成0，那就关闭掉了或者不写，
现在你就有插文件，它也不是自动验证的。你看，我现在提交，就直接添加成功了。插入的是空数据，只有一个 ID 嘛。嗯，那我们再来再看这个 action 的属性。icon 的属性比较特殊，也不能说算特殊，因为咱们在做验证的时候呢，通常分情况，有的选项只有在添加的时候验证，修改的时候不验证，或者有的选项在修改的时候验证，添加的时候不验证。因为咱们验证的时机只发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修改，一个是添加，用法是一样的，修改也是第三个参数开启开关。那该属性也是可选的，如果你不写 action 属性，不写 action 属性的话，那么在添加修改的时候都验证。比如说用户名已经存在，我只在添加时候验证，修改时候不验证，那我只需要 action 动作，在什么动作的时候 add 就只在添加时候验证，修改不验证了。如果写 mod 那就是只在修改的时候验证，添加的时候不验证了。如果我这边写 both 或者干脆我不写，添加修改的时候都验证，就这个目的，是可以设置每个选项是在哪个地方验证的。这是 action 用于设置验证的时间，可以设置三个值 add 添加时验证，修改验证，它添加和修改都验证，如果不写默认值就是 boss。 刚才说了 msg 也是必须的，这俩值是必须的。那微流值它是可选的，用不用微流值决定于你用不用类型，用什么类型，因为有的类型是不用值匹配的，而有的指定一些值的范围之类的，或者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得启用微流属性，所以它是可选的。它用什么值取决于你用什么类型，所以它俩一般配合的。有的类型是有默认值的，就不用你写值。那这里边重点咱们就看一下验证的类型都能验证哪些。看一下，它是一个可选的属性，用于设置验证的类型。如果没有提供这个属性，默认就是正则验证。比如说我在第一条写一个 input name 等于，假如说验证 name 属性，我不写类型 msg， 怎么用户名必须以 bropp 开始。你看一下，如果不写类型的默认是正则，那你就得让什么输入这个值符合这里边写的规则。比如说入群大写这里边尖号 bropp， 你看必须以 bropp 开始的。那假如说我这里边随便加一些，我因为我这里边刚才咱们改了一下没开启，好，我现在开启，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我这里边必须以 bropp 开始，那就是一个正则匹配，和写这个名称是一样的。如果用正则的时候，因为正则是最常见的方式，所以和写这个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两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类型等于 regex， 这是第一个咱们看到的正则。看一下，使用正则验证需要和值属性使用在一起，在值中给出自应正则表达式，这也是默认的方式，也就是你输入的值要跟这个值匹配才可以。那这个规则当你用过了，唯一性向校验，那检查的提交过来的值在数据表是否已经存在，非空也是当经常用到的，判断它为不为空，如果用户输入空的话就会提示你，这也是经常用到的。还有 email 格式，如果用户输入的不是 email 格式也会提示你，然后 URL 格式，用户输的不是 URL 格式也会提示你，还有这个数字格式。数字格式呢，就是必须输入数字的。刚才咱们那年龄，咱们就是数字格式。还有比如说你做一些商城的时候，还有一个货币的格式，这里边粉红色的就是类型，货币格式。还有确认格式，确认格式，比如说用户输入两次密码，如果不一样的话确认，那这个字段就名字这块是确认那个字段。比如说我这里边再写一个表单啊，年龄一 input 类型等于TST 名字等于年龄一，微流值等于空，那
这个呢就是两次，比如说年龄输入必须一致，那我在这块应该怎么写呢？比如说我在最上面 input name 等于 age1， 这块写的是第二个，然后类型等于 confirm 确认啊， confirm 确认，然后值跟哪个确认，跟好有的类型确认的话跟年龄去确认，然后 msg 这块写上两次输入的年龄，输入的年龄不一致，不一样。好，我们来试一下，当然这块用作密码字段就可以了。我们刷新一下，你看我这块输入 abc， 或者这块输入12，这块输入21，两次输入的年龄不一致。那如果这块12，这块也12，就不会提示刚才那个了，因为有正确的话它就不提示了，提示的都是有问题的，刚才咱们只是临时演示，所以其他那些都是不合法，都是提示我们了。货币格式、数字格式、 UR 格、 EMAC 格式没什么好说的。 IN 呢是一段范围检查，这只适合整数范围，检查是否是指定范围内需要使用 V6 值指定范围，这刚才的年龄在1到100之间。比如说如果类型指定 IN， 值指定2，那么输入的值就必须是2，这样情况用的很少。如果指定 IN 指定2-9，那么表示我们输入的值必须在2到9之间，刚才咱们用的是1到100。如果 IN 指定是1:1357，那么输入的值必须是这几个中的一个或多个，就是1357中的某一个值，枚矩形的某一个值。当然了，比如说还可以判断长度，这个假如说咱们限制用户的名字，这块长度 input 名字年龄 name 等于类型等于 length， 那只要值我加上6-18 msg 提示，那就是输入的名称，输入的名字长度要在6和18之间，这目的。假如说我输入太短，就三个，他告诉名字长度应该在6到18之间，那假如说我输入这肯定在6到80之间，那就不会提示我们。当然这个长度提示呢会有多个值，比如说如果直接指定3，那么长度就必须是三个，如果指定3逗号或者3杠线，那目的就是三个以上，如果指定3逗号20或者3杠20，那么就是在这个范围之间的一个长度，这是指个数长度，而前面这个 IN 是整数范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上边基本上能完成我们需要的操作，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格式完成不了的，有个正则，那么字符串的格式都可以匹配，都可以匹配。如果这些都完成不了的，那咱们每一个功能模块都有一个捕获漏网之鱼的东西，那咱还有一个什么，最后一个谁呀，回调函数。如果你指定了比如正则，有的时候正则假如说不能判断什么什么长度之类的，因为正则只能判断匹配的东西嘛，不能判断其他东西，那如果我在这儿加上一个 input name 等于假如说我是email 吧，或者名字都行，你看啊 TIP 类型等于等于 CALLBACK callback， 这是什么回调函数啊，然后 V6 值就是指定一个函数，你看 V6 值指定一个函数，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函数 myfun， 你叫什么名字行，自己定义函数，然后 msg， 比如说咱们想用这函数验证什么规则呢，当然前面能用的是最简单的，如果不能用的话就自己指定一个函数，比如说我们验证验证什么呢，验证输入的长度不能超过多少，因为前面咱们有假设有这个啊，输入的长度不能大于
大于比如说20个，用这个去验证。那好，那这个函数该写在哪儿呢？既然又回到函数验证，咱框架专门有一个写函数的地方，所以你能自己写函数的话那就方便多了，那你想验证什么就验证什么。比如说就在这里边，因为这里边写的函数就是整个全局都能用嘛，所以我就这里边定一个 myfun 这样一个函数，里边传的就是一个值，如果让它通过你就返回真，失败就返回假。那咱们就判断，如果 strlen $value 如果长度大于20，那我们就返回假，否则返回真。那长度你可以任意去做呀，比如说年龄不能输入负数或者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这个去判断呢。那假如说现在用这回到了，你看判断名字，我把这个，因为咱们想看实验效果的话，我把它放到最上边，这样的话我们第一条验证的规则就是它。看一下，假如说我在这块不能超过20，这些肯定超过20了，添加，你看输入的长度不能大于20，就使用这个函数自己验证了。这就是我们回调这节课的回调函数的，不是回调函数，自动验证的一些设置，使用起来是非常简单的。那需要大家呢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插门键在哪个位置定义，这点你要知道。第二个，这个插门键怎么命名也要知道。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插门键的这个语法规则你要学一下。那这里边我只告诉大家简单的一些语法规则，当然还有很多，其实跟 HTML 写法差不多，但是呢比 HTML 要严谨的多，语法规则。然后第四个就是什么，这里边的属性名称，每什么名称是干嘛的，这里边，然后详细的应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第六个就是在咱们控制器里边怎么用，插入和更新的时候，这需要开启，这时候获取提示消息就可以了，就这么几步。如果有 GS 验证的辅助的话，那前后端你只要写这一个插入门规则，前后端都完成了自动验证，前端像这样一样，后端像刚才咱们设置的一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在前台和后台可以共用一个插入门键，这都是要提示你的一些重点的地方。好，具体的详细因为它不难但是很有用，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详细的看一下手册里边怎么描述的，自己也做一个实验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好，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这节课呢咱们主要就介绍了一个自动验证。好，谢谢大家。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PAP。 生当作人绝，死亦学 PAP。 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吸收 PHP。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